这个2岁的宝宝经常沉迷在音乐里无法自拔，动作就像是一个指挥家。节目组按照地址敲响房门，刚进屋就被宝宝给了个大拥抱。工作人员趁他不注意打开了音响，宝宝听见音乐声瞬间手舞足蹈，还踩上了专用的指挥台，随后表情跟着节奏慢慢变得严肃。当音乐到高潮的时候，他的手也会随之举高，各种情绪的变化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有人说刚发现宝宝做指挥动作的时候感觉非常有趣，后来还为他准备了一支铅笔让他自由发挥。那么宝宝的天赋是来自遗传吗？女人直接否定了，因为夫妻俩五音不全，唱歌都会跑调。她分析应该是跟小时候的胎教有关，因为宝宝没出生的时候就经常给她听音乐。此时电视上出现了演奏的画面，宝宝也拿着指挥棒开始了他的表演。专家知道以后都震惊了，因为他发现宝宝的音乐天赋特别强，能清楚地分辨轻重节拍。接着宝宝被邀请到一个小型演奏厅，跟着音乐他开始指挥大家，与整个团队协作得非常默契。夫妻俩说今后会在音乐道路上继续支持他。